我由细到大都中意 art， 相比 fine jewelry， 我喺 London College of Fashion 学到嘅珠宝首饰，唔单止系工艺或者各式各样嘅宝石，而系话俾我知唔同嘅物件、物料都有机会有可能成为我嘅首饰。Fashion jewelry 相比传统珠宝，其实系可以好唔同。当代艺术仲用创新、大胆、先锋嘅手法去表达同再现我哋所生活嘅世界。珠宝俾我嘅感觉系一件作品多过产品，佢可以放喺身体嘅任何一个部分，以了解自己同埋重新塑造人体，形成另一种媒体。喺我嘅系列 Beauty Beyond Pretty 嘅灵感嚟自我哋嘅身体，将身体唔同嘅部分重塑为抽象嘅形状，从而去改革、重造、修饰以及重新思考 Pretty Jewelry 嘅定义。通过首饰绑扎人体嘅各部分，改变身体嘅轮廓，甚至以唔同嘅方式改变身体嘅形态嚟 reform a body。我嘅作品你睇到嘅系以更多唔同嘅测试、实验、各种唔同嘅材料嚟进行创作。戴上我作品嘅人，可以通过实质嘅体验，明白到作品背后嘅故事同我嘅灵感，从而喺内心深处睇到同埋感受到一种超越传统珠宝首饰嘅概念。喺设计上，读钻石鉴定 DGA 课程之前，我一开始期望嘅系学到更多知识。认识咗钻石本身之后，希望可以将钻石嘅美态、形态同状态加入喺我未来嘅设计里面。喺我创业嘅过程里面，我接触到好多新嘅事，有好多不停嘅学习，学习管理，有好多 business 嘅学问。我谂对我嚟讲，做咩事都有成功失败，但所有的得失都可以令自己进步和学习。